晕车不汉子儿哦，请紧握扶手。请紧握扶手。
Thank you.
为什么？我都没干，没干到，我开心开心好。我来帮我收个果干，收收了。我跟你借个鱼须子。明显的减少，一手看的，请主播不少。我忙着往四十分钟讲了，我今天怎么怎么怎么这么开心了？我忙着开心，不忙了，不忙了。Thank you.
这把抱周先生啊。钟点刚特别贵，但买搿种地方护身都放心了，安全的。如果去如果私人铺头买勿灵的，勿是又勿灵，人家要骗侬。还有比这例子哦，哎，绝对侬安全好嘛，居是居过搿种私人小公司小公头。啊，正式样样侪有，好骗侬个，伊做大生意哦。哦，小铺头你骗侬啊？我晓得，比这例子，我因为我听交关人讲过，那个马叔叔还有周大叔叔是好好地方嘛。比这例子侬哪里地方没有困难了？你那些是啊，家里不一样，阿婆大哥周叔叔嘛，家里高上去。但我是不会的，我叫来发财嘛，拿个例子咯。我有房租，我有要去赌婚的，我准备了去打开的。不是啊，这双马都有我。
只不过就是肉香不香呀。我肉香不香，我老光了。肾脏吧，就是明明明的时候，肾脏不好，我身体很好。我那两老公在，我都觉得不太高兴。我听我讲的怎么？有两没香，有三三个都是个外头不香，其他也正常。不是我肾脏还不正常，我是我今天背不过来。就是
那就是你要不去找到
手。请紧握扶手。我去的了。
菜锅呢？菜锅还差不星期一都连没动，阿拉都空洞了。喏，哇，跟你表兄弟啊，你这星期我就一，我就一，如果可以讲闲话，也发疯了。哇，两点多钟了。各位乘客请注意，由于交通
分心，本晚戲都會略快講完，不斷支持精神娛樂，我將全部 end the series topic suggestion， 我會別手的嘞。This is set now with all the threat and convenience of course。各位乘客请注意，由于交通堵塞，本班车将会稍为阻延，不便之处敬请原谅。
更多这样的人。上海这样不就是了？那怎么做啥不容易啊？啊，贵州都贵州了，是干净了，对吧？叫啥玩意儿啊？叫什么玩意儿啊？我一点我也不会拿的。但是我做啥不容易？用钢筋的不容易啊？用钢筋的带个针线都不得了啊！就是在弄香山的，有一个。那个是钢筋的啊，扬州的嘛。中国人搿种人勿会得老坏的，上海人勿丢，很开心啊！耶，他帮中国人了嘛？对啦，这个不能忘，不是干的嘛。金箍头啊！出去也勿肯要，哎呀！你要讲金箍头勿好。
神咪啊？啊？龍運醫神咪？我可以噶，就咁問我，咁我出出點啲情況咯，我出出事啊嘛。誒，放鼠糧、換水啊、摸沙盤個杯子，你就搞 OK 啦。我上次嘛，是他有底薪医了嘛？我上礼拜五去，怎么上不回？有门啊，车上不了一样多。一不是那个，一是忘记了，我已经忘记了。上我里上礼拜五天老清闲，因为礼拜一没来上，我里老清闲，上不了嘛。那因为外头不强了嘛。这上礼拜我里向吃了一路。阿个党，
推手的汗流，请紧握扶手。哈哈哈哈哈！这王子，前天子我都讲他有我老关系，我又是上海人。那我想这是干嘛？哎呀，大家好，我刚回去，刚回去啊。那我想这是干嘛？我当然，
天手的汗流，请紧握扶手。保护自己，配合他人，请戴上口罩。Protect yourself and others. Use your face mask. 保护自己，配合他人，请戴上口罩。请紧握扶手。
话，两边接近距离。下一请紧握扶手，金属按钮，请紧握扶手。请沿途小心，看看您的台。